不过是家事而已，此事关乎性命，老王妃若是审理不清，明日廷尉府我亲自审问。不过是小女娘间的玩笑，也不能伤及无辜性命。老王妃若是要罚，必须两个人一起罚，先动手的才该罚。 诸位，这是我手下侍卫，方才在花园之中拾得的绊马绳。这绳尾之上还有府上印记。老王妃若是想学人查案，则需要证据，而这就是证据。 子胜，你可真有意思，怎么还把一堆烂绳子捡回来了？我说了，这是绊马绳。程阳侯夫人若是不信，可看一下娄家女公子的双手。他害人不成，手还被绊马绳给磨破了，此举甚蠢。 子胜说的哪里话？不过是家事而已。此事关乎性命，老王妃若是审理不清，明日廷尉府我亲自审问。告辞。 我方才都说过了，不过是女公子们玩闹而已，也值得我们这些长辈们如此兴师动众吗？还说什么廷尉府？依我看，此事不如就算了。哎，就是，王家女公子的母亲文修君今日又不在，那自然是算了，否则怎可这样轻易了事？你说呢，程伯夫人？ 哎呀！哎呀！疼！疼！哎呀！